是小芬啊，因真恩爱，是我也搁有弟弟，啊大娘啊，嘛有生一个妹妹哦。啊，不过哦，爸爸头不时拢无伫个，出外去趁钱呢，所以厝内底阿娘若在无闲，大娘搁要照顾妹妹，无时间插蛋，咱大家拢爱读册对无？对。你今仔考试敢有乖？今日考试。不是要问几分吗？怎会问说敢有乖？不会使啊，考你的反应。考我的反应哦？对哦。啊，你有乖，还考几分吗？我有乖啊，我考两分。你考两分，你跟家讲，那就是无乖，不才考两分。等下回去，让妈妈知道，你就搁要用讲脚床啊啦。我跟你讲，你学堂要认真听先生，伫咧甲咱教册，我爱记伫头壳内，知影无？知影。好啊，啊咱咧学堂吼，迄阵读册倒转来啊呢，啊唔知要创啥货啊，迄食饭时间阁还袂到诶，弟弟。哥哥，你有想要耍啥物无？啊，咱来耍球好无？好啊，也毋过奇怪，阮弟弟汉超比我较好呢，我甲你耍球，你敢甲我啃？放心，我袂甲你啃。但是我昨天要求牵到的，安尼好，啊你求放在倒位，那球拢在收尾呢。我求放在后边，我去捡。你去捡，我等你。哥哥无用一个，你等我，我来啊。来西瓜球。西瓜不是爱摕来吃的吗？西瓜球。真是的哦，好啦，这嘛是一粒球，安尼你捡我接，然后我接到换我捡换你接，好，好哦，我赢你，准备好啊，捡来捡来，哥哥你说你，嘿嘿，这球我做呀，准备啊，你去接一个，嘿，哥哥，杨红秀辉。咱做伊人也到底做去倒位去？一路条件来告诉你，只要甲门看卖就知影，甲你看卖。哎、搞死你啦！你这个做啥话呀？哈！我咧想球啊，奇怪，迄球的色，哪会甲你身躯穿的色拢同款？啊，你是大粒西瓜哦、喔！我穿西瓜吗？有啊，有穿啊！你穿个大条的冬瓜。南华金啊，搞我头！现在输在大老大头，既然伫咧耍球，啊你肯定阿姐啊，你别跟我回死你啊！哎，球也无射目睭啊，我咧跟我弟弟咧耍球，迄是你家己大人歹射的呢。真白目，安尼好，既然你是大人，袂晓教死你，我代替你爹娘教死你。都奇怪，你唔是倒位来的，像咱穿甲青啊脏的，佮要跟我教死我，佮你无熟悉，你跟我拍，弟弟你喊救人，救人，救人！这敢那无刺激，佮嘛袂惊人。查甫啊，查甫的。查甫的哦。查甫的爱这个声。你甲我管阮囡仔尔哩。你爸阿母是哪甲恁教死的？刚弄着，刚牵着，要甲回信的伊啊。甲你回信的是我可怜啊。哥哥，哎，我球。你想要捡球啊？臭大人。安那？臭大人安那？要回信的无？无爱。无爱是不是？掉。回信。你去走。我找你，我来跟你聊天，你才信啊！